9月28日，吴镇宇的工作室分享了老板一家三口的近照，并配文道：“祝我们的肥满宝贝生日快乐，希望你永远沐浴在幸福的阳光下，平安健康灿烂的成长 ，baby 生日快乐呀！”照片中肥满穿着黑色 T 恤，还晒黑了不少。许愿的手势十分搞笑，王丽萍站在儿子身边，温柔地搂着费曼，一家三口难得同窗。有意思的是，爸爸吴镇宇竟然一脸慈祥地抱着其他小男孩，完全不顾自己的儿子。费曼大概是充话费送的吧。非凡娱乐。